几斤啊？长背包。五百。好，来。这上面一样，那两张。五百。五百。红烧。红烧到后尾只，这肥肉拢无起的，一样连三块卖五百卖四百。两百。八块后壁，好啊，无啊，没有了，开始嘞。哎呀。八三上面只无。哎呀。哦，八三了。 啊，可以给七十，给七十话啊，转，收掉。反正是不是话，转不成功啊，啊，转你，来拖过。三十块就可以。这啥物价啊？啥呀？五百。五百。五百，干杯。米金。米金。十块米金等于三百几块，三百上面只。三百。 其实我讲真的哦，迄价钱莫动的。今仔日恁若讲真正无赶，无差价一几项啊吼，恁早知，迄大部这菜价这要大概几百块，你无看有五个袂记，因为咱这大只也袂细只。全部啊，金龙三十，来，全部六个人加拼一，第七个千万你唔好记一个，一百了，没有了，一百块。三个了。啊，做你就死的，好啊，无啊。死的啦。好啊，无啊，多少去？ 我叫阿头爷来找你卖走啊！老尾你给八百哇，四张一百，四张一百，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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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百，到了，你拢到了，我知，我知道。阿小石，给四张一百，四张一百，阿你敢听？给我了，八百，我给我了。这下子两百一百干阿咩啊？五百。来，好，这大哥多少？ 找好了吧？对啊，后壁上面倒。乌卡托无？大乌卡，你敢有想要吃？煮酸辣汤。一百。一个，两个，一个，两个。后壁讲袂哦，要先一百。好啊，四个了嘛，卖个四个。多少钱嘛？一人只要头一百了。包括一百了。 我见阿伟爷啊，有你阿几个了嘛？我见我大，我还得了，一包，腰收愈来愈大尾。好啦，我见你阿几个了啊？你个人哦，阿全嘞，安尼七个，先包七个去，四个，靠腰无够啊！啊，这真正愈来愈大尾，我无好笑。 三四五六个，一个人无揢着，歹势也无物件，我当作这一堆拢无，揢钱的手也袂收走。钱的，一个人也无揢着，哦，那摕零钱的话不好意思啊，东西没有了啊，哦，那无想机啊，无想机啊，揢钱也分了，无紧分了，无了摕着啊，无了摕着啊，好，那就，啊，从我身上手的，啥无揢着啊，无紧摕着啊，退，我一万年。 同个嘛是假，这也全正，我你若讲画一摆，佫讲真个假，这才是伊可爱个所在。这啥物恁知影无？这全部无，你要穿咖哩毛袂，全部后壁全部无啦，睇下起起来咯，希望烂个，会收着。我一家要画一家无同个啦，我画一家无同，到咯，啊你来先。 你只要莫以后别搞，算我数据来我边啊老公，算算我数据来我边啊老公，算数据老公好不好？个人想要食鱼啊，这边成交嘛，拢无啊。不要玩了，我算最后叫区区的。 六个人加加钱，对吧？第七个你免加钱了，因为物件无啊。这餐厅主要规千块，伊的名号啊，做餐厅叫避风塘朝鲜。无啦，这倒对半，请问一下，打三啊五，哦，啊这加二是七个人加这规千块，卖钱卖八百六百，全部啊，六个，三百二。一个啦。包括。啊，一个。包括。三百搁一个。 全世界搁一个都好。
这山区也免参考，全世界搁一个人给一百了。后壁啦。三百了。三个有搞买着三百的手机起来了。无等下，无我卖啊啦，三百我嘛不爱卖。你搁三百给我嘛不爱开始。有搞买着山区也三百的手机起来。一口罩也一个了，好啊，也一个。两个啦。两个。你若搁问原因，你就莫搁客气了。你有买刷机啊？你一百我了，莫搁问原因。你若拄好买刷机啊，一百搁给我，拢免搁问啥物原因啊。啊，嘿，搁问原因就无买啊。这样一百了。够人当啊！几摆我只无超过二十分钟的嘛？有人当啊！几摆我只无超过二十分的嘛？六个人计六，二百无二十分以上啊！六个人计钱我一百落啊，一瓶收三个，一瓶收三个落啊。哎，无啊，三个啊，啊，搁收搁收搁收。三个，四个，五个，六个好啊，无啊，六个，来，嘿，起起，分落落啊，分落。嘿，多少一百？多好食啊！多少无啊？一百。是要食拖腿的手牙牙无啊？我一只无好哦，我都经过介绍过分了。一千三要食一千哦，一千块人要食拖腿的，一千块人要食拖腿的，这些箱啊上要挨，对啊，你。谢谢。谢谢。什么无？三个鸡翅，第四个你免鸡翅，后礼拜无卖你接受，三个对吧？五百好，没有了啦，无啊，包过啊，一个包过，最后一个五百，上面请。包过无啊？后边搁有啥物无？文仔遐物件要给他画画了。这啥物恁知无？四百够够。我滴有无？收收啊！你莫个收啊！你个收了，我就无面面。你莫个收啊！我有甲你讲，莫个收了是莫，唔咪开玩笑，不要再说了。哎，后壁迄个收了无紧咯，后壁迄个真正出天啊！你无甲收对不起。哦。你又多少几个？八十个啦。我冇问过啊。我敢问，敢面条，我冇买过收。你也多咧想，你可想出来了？好不？两百块了，我钱我再帮你找了。我不要，是要四家变哥。我知啦，钱我来找了啊。那就两百块。康呢？肯定要出。好康啊！你找我找黑了。阿杰，我打电话给你。阿杰，干什么？可以啊。我全部啊，老上关卡的物件。你客人包了，我老上广告的，应该你有史以来看 YouTube 无看过我卖过这啊？哦，麻烦把这个咱上高级的高级本料理的物件先叫人过来，等下先。这套餐哦上大只，我的高级本料理从来唔捌去咱现场买过的，这大只哦。三百是假，你先到了，先叫人过来看一下。大妈上大只，这里我，你要怎啊？这顿会免煮哦。真的只要吃起来就好，直接吃一吃就好了，直接吃了就好。好厉害哦！好啊，都给你管理。你要吃这样？大雷啊！只要外口买就对啊，一定要超过六百块。咱这是上大只的虾哦，这干那四个人客，然后你客五百无在就买着这样哦，我讲真话啊。条我看好了，你那客气，好不好？你莫收钱哦、喔，你千万莫收钱哦、喔。你两个拢莫收钱哦、喔，我收了啊。钱我收，你拢免客气哦，我收了。这人难要吃啊。哦。心理交错。不要紧张，大，你有啊？文仔，你有啊？
我看吧，我看我想我要哪只，我归来才存钱。十块人，等下，分财啊，甲阿伯啊，钱十块我收到，恁唔免客气啊，唔免客气啊，好，唔免客气，分财啊，我真正专工为着你走啊，我无好消息句话，这个分财要台北来啊，放落一定甲咱支持，一定甲咱鼓励，拢讲好好话啦，我真正真专工走来要伊啊，哎阿伯是今仔太听我啊，好伊啊。一块人，但看门仔啊，甲伊两个一块人。我故意这就是要送伊的啦，安知影无啦？系啦，要伊的，要欢喜的啦，要欢喜的啦，吼，真正。一块出来，无一块人，结结账就好啊，要你爽啦。文仔啊，你听我听你安尼啦吼，这真正这专工爱帮路吼，自头讲到尾拢讲咱好诶，无甲咱批评过一句诶。啊，迄个大是讲吼，一来尔讲，你今仔花诶物件全部拢来一份安尼啦。你看这个大，我整整理十几年，阿妈拄过安尼啊。搁有啥物啊？阿伯啊，你今仔买啥，我再来摸过了，挂你人来抱过，我无见。好，还是拢无物件吼。哎，我这。这其实吼，我故意要伊两个欢喜啊，我一开始安好啊。你上大搞笑，我边个拢记得了。你啊，谁啊？我倒毛啊，我讲啊。谁啊？来倒三张纸。隔壁唔好共影响着哦，隔壁摊的哦，木瓜啊啥拢唔好影响。大概金峰村这里哦，金峰啊。Hello， 我需要盗墓啊，讲一下哈，需要盗墓啊。要不啊，你就买买些啊，到底要不？他应该无个。文仔，你找我干么回来嘛？好，你明仔载去买公司吗？不不不。阿伯。阿伯，迄你的物件呀？有人甲你摸哟。好，啊你也都有摸过来呀。好啦，真正感谢你啊，真正虾也表你欢喜的啦。谢谢啊。是这种的呀。阿伯啊，你对啦。超靓啊！好啦，真正感谢你啦，感谢你的支持哦。我们做生意嘛，拄过像你这哈沙利的，感谢你啊，感谢你。耶！好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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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开始好，好啊，好，好。现在时间晚上9:40，总共4个小时，拜拜。